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5页第四行看起啊，彼见此。请看经文，彼见此土，夜佛入室，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并且以佛的神力将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真报，让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法会的大众，人人都看见。这个六句经文是说极乐世界那一边的阿弥陀佛法会的大众，个个也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啊，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也是看的清清楚楚，两边互见，不是我们看一边一边看不到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画面我们看清楚了，电视不能把我们的画面显见其中啊，做不到啊。啊，这些都是为我们作证，证明极乐世界真有，像什么样子，就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模一样。好啊，我们要真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为什么？如来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不容易遇到啊。像开经记上说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有什么好处？遇到了，能相信，愿意跟释迦牟尼佛学习，都能成就。个人根性不相同，成就也不一样。有人成佛了，上上根人；有人证得菩萨，有人证得阿罗汉，还有人没出轮回，但是生得天道，生得人道，六道里面善道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都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实现的，讲经的法会，极乐世界的大众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实现，两途如来慈悲的基础，希望我们不要怀疑，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那边的人无量寿啊，那边的人环境没有白天晚上，我们这个地球有白天有晚上，极乐世界没有，一片光明。换一句话说，那个世界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是我们这里有时空，实际上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时空是妄想。今天科学家也发现时空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没有假的，只有真的，没有假的。真的一片光明，大光明藏。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彼土深重，借鉴此界世尊，啊，都见到释迦牟尼佛在会中中说法，啊，两万多弟子出家在家，围绕着世尊听世尊说无量寿经，啊，这用现在这个经题说是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阿弥陀经为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真的，
一切世间，说的是六道轮回，还包括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这是六道轮回之外的，都是修行正果的大圣、小圣。他们也不相信，也很难的。那真能相信的，前面说过了，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这部经，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让你身心不移，让你发真实愿求生极乐世界，必定在一生当中往生。这种事情多难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你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成佛了也不愿意离开，留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度化设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九界众生啊，九法界众生啊。为什么？为报方恩，为给还没有圆满信心的人做朋友，啊，这在佛法叫影响众。让与会大众看到某某人已经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都坐在这听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还得了吗？啊，做影响众，这都是帮助佛教化众生，啊，让大众见到这个场面具足信心，不再怀疑。我们再往下看，末法众生情执深重，这两句话不难懂。为什么？我们同学当中大多数都有啊，都把这个世界当作是真的啊，情执深重就要受苦受难，于此最极圆顿，一尘了义，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信其，反生疑谤。
这些事我们见到了，见到太多了。啊，为了这个本子，下联去老居士的会结本，多少人反对，海内海外对这部经生疑惑回报，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台湾，有人告诉我，啊，许许多多，甚至于说还有高僧大德在里面，依傍这个法门，说心不能回起。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确确实实有不少人退信了。啊，听我讲这一部经，听了别人的话，啊，不听这个会集本，来问我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我说了一句话，全世界人都怀疑，都回报，我不能回报，不能怀疑，什么原因？这个经是老师传给我的，啊，那我就真正有个罪名成立了，净空法师背师叛道，我就被打倒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不上这个当，我看得很清楚，我相信老师，我跟老师学教十年，啊，讲经教学到今天58年，我怎么可以否定？哪有这种道理？啊，我相信老师一生决定不做背师叛道的事情，这个罪很重啊。啊，所以说再多的人你来跟我说，我如如不动，我还是念这部经，还是讲这部经，啊，我自己心里有把握，我将来到哪里去？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我怎么肯放弃？啊，所以也有不少同学看到我这样坚定的信心，哎，他又回头了，跟我走一条路了，好事。这样事情现在慢慢淡忘了，说的人少了，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是以本品立佛见光，此世界中
20000人呢、啊，不少啊！啊，这20000人亲近极乐世界，亲近庄严，亲闻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为作证明，令生正信。佛为什么要说这篇经？这个意思全说到了，是为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生正信。我们真正生起信心，不再怀疑，就对了。我们再往下看，性要远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戒惑四邪禅之一。我们细心体会，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释迦如来、弥陀如来他们慈悲的基础啊。希望我们相信他的话，不要把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得人生闻佛法都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这个法门还得了吗？这个法门里面希望我们相信法愿求生啊，心要愿生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方法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真信真愿就是发菩提心啊！换一句话说，我发愿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怎么去？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得生了。生到极乐世界，都获得四邪禅之一。四邪禅在下面啊，今量体身现，量是敬仰，恭敬到基础，体会释迦弥陀的心，是希望我们这一生依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成就，这是释迦弥陀的心愿呢。黄念老也慈悲到基础，怕我们还不相信，怎么办呢？在旁地旁引几部经，一阵极乐妙有，绵多偏空。
下面这个柱子比较长，要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希望我们真正发现，这是下莲宫黄念老居士所需求的。他引用了三部经，第一个是观经，观经里面说韦提希夫人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下得见佛身及二菩萨，二菩萨是观音实质，观经上讲的，观经上韦提希夫人遭了大难，儿子叛逆争取王位要杀父亲，把父亲关在监牢狱里头，不给他吃饭，把他饿死。韦提希夫人到监狱去探监，带了一些东西给他吃。他这个儿子隔了好几天问他，爸爸还在不在？还在。为什么这么多天不吃饭呢？还在。管牢狱的人告诉，向他报告，皇太夫人去探望的时候带了一点吃的东西，他东哥殿都要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些文武大臣看到对他这种暴力的行为，纷纷辞职，不愿意给一个杀母亲的儿子做臣子，这样才没杀。但是吩咐监狱里他母亲不准进去，一定要把他饿死。夫人韦提希夫人在这个时候没办法，只有求佛。他这一求佛，佛就来了，带着舍利弗、目犍连来安慰他。所以韦提希夫人五百侍女宫女五百人，闻佛所说，佛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介绍给他，教他念佛求往生，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下。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威德了，加持他，他见到了，韦提希夫人见到了，五百侍女也见到了。
是假的，这不同一个法会，有人作证啊，维提西夫人作证，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依报，也见到正报，得见佛身正报，还见到观音师之两位大菩萨，心生欢喜，叹为尘有啊，豁然大悟，得无生人。还没到极乐世界，就证得无生法忍。五百宫女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心。梵语音译的阿耨多罗，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三藐翻成中国意思正等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合起来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发愿求生净土。要知道啊，观经里面讲十六种观法，就是修净土的方法，持名念佛是最容易的，是十六法里头的第十六啊，最后这法最后是最容易最殊胜。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跟那的相比。念老引用在此地给我们作证呢、啊。释迦牟尼佛给他们受记，说这个五百宫女将来通通能往生，皆当往生，生彼国矣，获得诸佛现前三昧，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诸佛现前三昧。这也就是说现前成佛太快了，让我很难相信这是得到两尊佛的加持，释迦牟尼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决定戒严这些发心的人。第二个，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这个经里头也有啊，十慈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如来会众，所有诸菩萨摩诃萨一万两千人，比丘两万人，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并于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
人非人的，这是把娑婆世界亲近释迦牟尼佛的人还有天人所有一切众生都推到了，都在这个发挥当中啊出现了。我们看他引用的这些经文，悉能见彼极乐世界，即见无量光如来，就是阿弥陀佛，菩萨声闻大众围绕，光明至圣，如妙高山。这又是一次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应法门经，有这么一段记载，啊，下面还引一部是往生经，是往生经云，佛告山海会菩萨，如今应当其力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观阿弥陀佛苦，愿见阿弥陀佛，而是一切大众一切其力合掌共观阿弥陀佛，二是阿弥陀佛现大神通，放大光明，照山海会菩萨身，二是山海会菩萨等包括一切大众即见阿弥陀佛骨，所有庄严妙心之事，借习七宝，七宝山，七宝国土，水鸟化者，树林，长途法印，彼国日日常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没有中断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法身坐在讲堂，从来没有立过讲堂，为什么？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相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的人太多太多了，往生的人络绎不绝，一批一批的到极乐世界。他们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晚上，它的光明是所有物质都放光啊，不必以太阳月亮，那边没有啊，从来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太阳月亮，光从哪里来的？大地放光，树草花宫殿放光，花草树木放光，一切大众像佛一样都放光，光明世界啊！所以这一句难得了，我们今天听经多难，
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每天讲经，时间也不长，整个上午是去托钵。啊，那么中午吃完饭之后，吃完这个中午饭之后，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吃完之后，想说弥陀经上讲的，啊，金刚经上也有一段话，把钵洗干净，拂座而坐，入定了。入定的入定，听经的人听经，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心。讲什么心？所有一切经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全讲了。我喜欢听无量寿，听到佛就讲无量寿经。他喜欢华严，他听的就是大方王华严经。啊，那个人喜欢听金刚经，听到就是金刚经。佛说法有浅有深，你的程度差一点，初学说得很浅，你听得很欢喜，你有很深的定功，渐渐契入境界，佛讲的经很深啊，你能听得懂，别人听不懂，妙极了。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找啊？真存在，比我们这个地球更实在啊，因为地球几亿年之后，这个银河系就不见了，太阳系当然没有了，寿命不长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无量寿，极乐世界也无量寿，一花一草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到哪里去找？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前面说过啊，发的大愿心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为这个发愿。那么发愿之后，当然众生还没有完全得度，他的极乐世界永远存在，啊，帮助这一些大众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在极乐世界成就，我们要感恩的，更应当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能把极乐世界多次介绍给大众。第三，《十王三经》里头也有这段文，我们看下文啊，见到阿弥陀佛过了极乐世界，所有庄严妙好之事皆悉切宝，切宝山
七宝国土水鸟树林长途法音，比过日日长转法轮，怎么念到这个地方？以上借证当时印度人民或数以百计或一万计千度揭露一真转眼，这也是为我们所证明西方有极乐世界，有佛阿弥陀，这两个有字重要，重要在哪？你真相信，你不怀疑，真有了，就是用禅宗、空宗的话来说，都能讲得通。啊，宗门里面讲，一切法自性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就想佛就有佛，你心里想极乐世界就有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有重要，要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保住，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我们敬业的功德就成就了，不但成就了就愿望圆满了。啊，幕后这一段总之本品居四悉檀，这是佛学术语，斯是苏摩字，悉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遍施，悉是普遍，中国意思，檀是檀诺，就是六波罗蜜里的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里头有四种，我们看底下第一种，极乐一真现前，是世界谢坛。啊，确显妙境，令众欢喜，生心求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难大众欢喜作你作礼，称念甚好。这是为人悉檀啊，帮助别人成就。阿难也是菩萨实现，不是凡人啊，大众是与会的人都包括了，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欢喜，向西方礼拜，啊，这是为人。令生善果，持名往生是善中之善果。
阿难跟当时在会的20000人，出家在家二中20000人，为我们实现，给我们做证明啊！特别是让后世大众，包括我们现在，佛的末法10000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里头，后面还有8000年。这个8000年全靠这部经，全靠这个法门，平等的路，不可思议。啊，善，持名往生，善中之善，没有比这更善。啊，第三，破疑生信，是对治邪的，一根没有断，就是罪根了。所以贪嗔痴是意业里面的三种，啊，什么是最根，什么是根本？不相信念佛往生，这是最根。为什么？你不但不能证果，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今天非常稀有难得，把罪根找到了。怎么样拔除？真心切愿，老实念佛。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真信切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就有了，你就掌握住了。啊，真想去往生就是念佛，啊，念佛能消业障，无量劫来的罪业啊，你能够勤念佛都消掉了。这是对治啊。性力原始，全程佛力。幸福不二，妙感难思，离世不二，妙境现前，是第一义是的。第一义是的，第一义是讲的自信，第一义是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法身，你真的法身，法身菩萨，真的法身的什么人？等觉。菩萨地位到头了，再往上去就是佛陀。所以圆章心心具令如实相，
啊，这是成佛。如《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说的，啊，又名无量光，无量光明遍照一切，极乐娑婆同一法界。这个意思深了，本无彼此安有东西，善火大地皆是众生莫生所成。莫生是莫生比喻眼睛生意啊，看到空中出现许多现象，这是讲迷时候见到的，觉了，觉了不见了。觉了是什么境界呢？觉了就是此地讲的无量光明，普周尘刹，三途六道同时现土，不读阿难，以佛为下品，得见佛身，即住一真，寂静末法众生。这说到现在把我们也说进去了，但能入此法门，不离当念，即得见佛。这个几句非常重要，下面引《华严经》，《华严经》云：“诸佛，一思大圆净，我身犹若摩尼珠；诸佛化身入我体，我身常入诸佛去。去是身体，佛在我身上，我的身也在佛身上。”是指诸佛众生本来不二，名为见佛，是无见者，何以故？不可于一体中互相见故。这一段文啊，幕后这个两段意思很深啊，从思讲到理，从相讲到心，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真心切愿，不再有疑惑，往生极乐世界你得到了保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